振兴五倍券，全家新攻略，领券优惠快看过来！搭配振兴券最好的振兴购物金，单笔消费满600折100购物金两张，满1200折200购物金一张。屈臣氏单笔消费满500折100购物金，这么多优惠，赶快来领券吧！首先前往 FamiPo 机台，在首页中点选振兴五倍券，点选领取，确认领取条款。您可以选择插入健保卡或输入取货序号以及身份证末四码来验证身份，确认登记领取数量，完成以上步骤领取小白单。除了 FamiPoint， 全家 APP 也可以领取哦。第一步，开启全家便利商店 APP， 点选振兴五倍券领取专区。第二步，确认注意事项条款，点选同意。第三步，输入领取序号与身份证后四码，确认资讯正确后，点选确认领取，取得领取条码至预定全家店铺领取。接着持小白单或 APP 条码至柜台扫描，并出示身份证件，请现场确认200元5张、500元2张以及1000元3张。确认完后，请在此处签名，就可以领取五倍券及优惠券咯。振兴五倍券，全家新攻略，真心振兴最优惠。